大家好，我是阿康。然后今天因为这个修车这边活很多啊，太忙了，师傅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干活了，然后就不能去医院去看馒头了。但是因为馒头状态比较不好，那个不稳定嘛，就比较担心馒头的状态，所以就让医院的护士给拍了几个视频，我看看馒头的状态。看完他的状态之后，我发现。他状态还是蛮不错的，然后吃饭啦、喝水什么都是很正常的，然后，心里也就放心了。那今天又多学了个限轮胎，慢慢一步一步来吧。那都是媳妇。这我感觉刮的比第一次熟练多。一回生二回熟吧，三回不要问什么。今天糖还有点多。哪天不下雨了，下雨了。装的差不多了，然后现在看这个天气好像要下雨的样子，刚刚也是滴答了一会儿啊。
赶紧回小院看看，因为来的时候也没来得及收拾嘛，现在得回去把那个在下雨之前把小院都收拾好。我爸他妈的赶紧回去，现在下了。这个旧伤不长毛，其他没问题。果果，这火锅小馒头了是不是啊？果果，果果，小馒头了是不是啊？好几天没见馒头了，想他了是不是？馒头生病了，住院了，在医院治疗呢。我没办法带你去看他，但是你带着小院的毛孩子们，带着你的小伙伴给馒头加油，一起给馒头加油。你把你们给他加油的这个视频拿过去给他看，好不好？还有你也不要担心馒头搁那住院治疗的费用，知道吧？不要担心，一切有我呢，有我和你和大鹏呢。我这两天可能没怎么看见馒头，有点闷闷不乐的。毕竟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基本上没怎么分开过。还得想办法找点活干呀。那现在这修车这一天得几十块钱，那馒头的这个治疗费也不够。是的。我要多干点活吧。想想法，想想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反正花呗里边也没有多少钱了。那天牙交费是花呗上超支1万多。再想其他法。